那正手威拧的话，可能你的相当于右脚右腿要重心要过来一点，这样的话因为发在这个边你的右半抬，所以说你要重心过来的话，这样才能使上劲儿。因为发到反手背的话，你可以这种人站的稍微这种偏居中一点，就不用重心这么过来，这样的话有助于在反手这种发力也会更顺畅。手腕要赶这种沉下来，要这种沉下来，这样沉下来的话，在接触球这一下时再往前送的话，这个力量是会很大，所以旋转也会很强，有一个侧下的一个力量。而且有的时候要看对方发过来的球，你也可以拉成下旋，也可以拉成侧旋，也可以拉成上旋。你想拉侧下的话，这个球应该击在你的这个左侧下的这个方向，这样的话球过去是一个这种下旋。如果说你要是拉上旋的话，重心要往这边过来，要往右边这种过来一点的话，相当于要拉在这个右侧面一点，